下次不准这样穿。少女时代孕儿挑战这种风格，微博照片引粉丝热议。虽然现在不少经纪公司挑选偶像的眼光都很惊人，但如果说到元祖花田，当然不能不提到漂亮的孩子旁边还是漂亮的孩子的 SM 少女时代。不用说 Red UV 铁被说是新生代的完颜团代表，少女时代作为实力和颜值都是顶级的女团，其中连成员们都认证的美貌担当韵儿，在韩国演艺圈的地位更是从出道以来从未变动过，即使新人辈出，韵儿依旧是韩国国民心中的女神代表。说到允儿，大家第一印象肯定是她的颜值，不过大家要是了解私底下的允儿，一定更会被她圈粉。在之前的《孝利家民宿》第二季中，允儿卸下偶像包袱，让大家见识到了女神的另一面。在节目中打扫拖地洗衣服，让许多粉丝直呼好像娶回家啊。然而一向走清纯路线的允儿，也在最新拍摄的杂志中展现出帅气的一面，当然也有性感的一面。尤其是这张照片更是粉丝都无法置信，平时穿着较为保守的允儿，这次竟在杂志中挑战了性感风格，也让看到照片的网友们直呼太性感了，允儿难得小露性感的一面也因此引起热烈讨论。粉丝评论，下次不要穿这套了。允儿不管穿什么都好看，身材真的好好。